人们，天冷时拥有个姐姐就等于拥有个发热宝。嗯，手感还不错，真舒服，24小时恒温，在家再也不怕冷冰冰了。你下次上厕所你穿两件套。还有语音提示功能，非常人性化，附带 GPS 定位，随时随地保证我的温暖，还赠天气预报。姐，让你降温，你把外套穿。时刻关心我的健康。你这么衣服，姐？这是我新给你买的，你试试。哎，还挺好看，姐，哪买的？这是我在经常逛的德国上面买的，之前敦煌美术已经做火的棒球服，敦煌美学与工装相结合，好看又舒适。点我评论区就能入手同款，是品牌直发，还有正品保障。是吗？下次我也去德国买。使用了几千天了，就只有一个缺点，续航时间不稳定。怎么了？脚冷了。偶尔需要反向充电，家人们还不赶紧安排个姐姐吗？打算跟好姐姐提出过分的要求。行了，弟，知道我要来事儿了，今天给我整了红糖水了。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？你来事儿，我必好照顾你啊！你别说这红糖水是，喝完肚子热。啊，你这来事儿得多穿点你这衣服行？是吗？是，你看你穿的，你这都啥呀？哎，你干啥呀？不对呀、啊，不对劲！我这会咋这么黑呢？你不开灯啊你？那你就开着了，挺好。你这开的啥呀？红浪漫呢？赶紧关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这不行，给你俩整点情调吗？什么情调啊，大亲姐，你整什么情调啊？关！来来来，我给你吹，我给你吹。你行，有啥事你直接说。嗯，你要这么说吧，真有个事儿。啥事？姐姐，我缺点钱。缺钱咱也不简单。你那 Switch 在这闲置好久，你就给它卖了吧。咋卖呀？卖东西那么麻烦？那有啥麻烦的？直接用转转机卖啊！你那 Switch 游戏机、羽毛球拍，还有这个智能音响、后的美容仪，已经闲置好久了，都可以放转转机卖。只需要打包好预约下单，就有小哥上门来取，平台帮你拍照上架，自己设置个价格等着收钱就行了。如果期间卖不出，平台还要赔付呢。关键是不用跟买家扯皮，售后也完全不用管。这么方便？你赶快把这些闲置品都放转转机卖吧，姐。行，只能找点事儿。还有个事情。说，我给你看。嗯，你给我。哎，我这么的，我卡里还有30块钱，我都给你转。下次主动点啊。啥意思？哎，我逗你的，去不去？逗你？对呀、啊，去不去？哎，你别过来啊，我就这么的，我那个我卡里还5000都转你了。我也逗你的，去不去啊？